色彩之美，光线之美。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六章节的内容的讲解。光线是摄影的生命，一张好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总能获得很多点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摄影者巧妙地运用了光线。光线的多种表现形式为手机摄影爱好者的影像呈现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按照光源的承载方式分为自然光和灯光两种，灯光我们说是人工光，按照光质分为硬光和软光两种。下面以自然光为例进行介绍。顺光，顺光是我们平时最常用的拍摄光线，因为顺光拍摄的景物色彩明快，拍摄的照片成功率较高，拍摄的风景照片会有蓝天白云，所以会被初学者所喜爱。但是因为顺光的光影反差小，无明显的光影变化，影调变化也过于细腻，而且拍摄者的影子稍不注意便会投射到被摄体上面，无法表现立体感，所以不是摄影最佳的光线。顺光用于拍摄那些儿童和妇女时，可以表现其光滑细嫩的皮肤质感，用于拍摄光洁平滑的物体时，光质宜软些，不宜太硬。在顺光条件下拍摄，要求曝光准确，不能太过，否则呢会出现炫白的现象。顺光最大的缺点是光线平，立体感不强，因此也被称为平光。侧光，侧光在摄影中应用较广泛的光线之一。侧光分为前侧光、正侧光和侧逆光。前侧光，运用45度角前侧光时，立体感强，色角也是45度时效果最好。前侧光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很好的光线，能较好的表现景物的立体感，有丰富的影调层次，光线柔和，适合拍摄旅游照片、留影纪念照片、新闻照片、集体照片和风景照片。正侧光，正侧光与我们手机拍摄方向成90度，可使被摄物构成较大的明暗对比，景物反差强烈，特别适合拍摄个性与时尚照片，但是需要对脸部进行补光，以减弱暗部的层次。如果拍摄时注意调整光位，可以获得明暗对比不同的效果。如果采用均匀曝光的话，会损失高光和阴影层次。如果是大光比的正侧光，容易产生阴阳脸。正侧光也是拍摄风景的绝佳光线。正侧光条件下的景物立体感强烈，反差大，轮廓感强，是风景摄影较常用的光线。侧逆光，侧逆光以拍摄手机光轴方向呈135度左右，此时景物受光面小于背光面，画面阴影大。侧逆光是艺术摄影常用的光线，对主体造型、环境展示都比较好。若是低角度侧逆光，对表面粗糙物体可获得良好的质感表现，对光的软硬程度和明暗对比的掌握是侧逆光造型的关键。应根据不同主体和主题进行调整，
衬底光适合拍摄时尚人像大片，会有强烈的光影效果和人物勾边效果，同时也是拍摄风景摄影的绝佳光线，但不适合拍摄集体照片、宣传照片。顶光，顶光是在中午时间出现，和拍摄手机呈垂直方向的光线。顶光还可以给顶部有较好造型的物体以明亮的线条，向下俯拍时效果较好。一般情况下呢，近距离拍摄人物时不宜用顶光，因为这种光线下人的鼻子、下颚、额骨和眼窝处会形成阴影，造型不美。但也有例外，必要时人物可仰脸，采取侧向拍摄，可消除阴影。